木槿，我可加了你最爱的蜂蜜，尝尝。木槿没有生病，飞白，求求你了，不要让我喝那个药好不好？哪怕你都这样了，药太苦了，你还是忘不了他。飞白，木槿不要喝，飞白。木槿，我不准你再提飞白二字。苏明磊已经是穷途末路，我们不要逼他太紧，怕他会伤害到木槿。现在连暗人都找不到木槿的下落，想来木槿的藏身处是有多隐秘。我们一旦打草惊蛇，这人更难救。你派人去紫园送信，有慧可以帮到我们。